上的这些埃菲尔铁塔、亭台楼阁，大家看着是不是有点熟悉？哦，我看到了铁塔，但是竹子的。你没有看到筷子吗？筷子在哪？这是筷子吗？这都是一次性筷子做的。哎呦，这很厉害了啊！生活当中，但凡是喜欢动手的男人或者是女人，其实对生活都是热爱的。而且听说这个人很讨厌我。我们了不起的手艺人做到现在以来，受到大家的欢迎，第一次有一个手艺人说讨厌我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来，我们掌声有请这位恨我的男子蒋志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。来，先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蒋志，来自于四川凉山州岳西县。我是一个用筷子搭建建筑梦想的胖子。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恨。来，涂磊老师。哎，不，先解释完那个。冤家路窄，今天来到这个节目现场的话，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因为我媳妇儿的话是涂老师的一个忠实粉丝，那么她平时的话都会看很多节目，看完节目以后的话，她就会问我。哎，老公你过来啊，涂磊老师好男人十大标准你符合几项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不好意思，你只符合其中一项，你是个男的，其他九项都不符合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吵架，吵完以后他说过来把涂磊老师好男人十大标准的话再学习一下。然后只要是看到涂磊老师的节目，他都会让我过去面壁思过啊，或者说是探讨这个好男人的标准。我觉得涂磊老师是我的敌人，因为他已经给我的家庭带来了矛盾。后面我们家的话就是说啊，谈涂磊色变，以后的话可以看涂磊老师节目，但是不要再讨论了。然后后面的话节目组找到我，来到这个非你莫属的节目现场，我收主持人，我的天哪，冤家路窄，我的敌人，我媳妇儿的偶像涂磊老师啊，就这样就来到现场了。你媳妇儿来了吗？我媳妇儿刚生完小孩，在家里面没有过来。他说的这个情况是真的存在的。我们有很多这个评论上面，好多男的是恨死了我的。他说你平时的那些言论，为什么我们媳妇儿都拿小手册给记着，每天以此来衡量？但是呢，说句实在话，说恨是假的，但是给你带来了一些烦恼是真的。我在最开始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也会认为一个大的老爷们喜欢玩这个，多多少少有些占用时间吧。但是后来又一想，一个男人有自己的热爱，而且这种热爱是不花钱的东西，是靠自己的手去做的东西，用的是最普遍的一次性筷子，这男人得多有童心呢。这样的男人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女人是喜欢的，只是对你要求高了一点点。不要再恨我，你的敌人不是我，是你自己，你要超越自己。好，来，感谢涂磊老师。今天我媳妇看到你，她都不会骂。好，那我们跟你媳妇笑一个啊！媳妇儿，我在节目现场，不要笑我了，以后。好，谢谢。好。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他做的这些作品了。来，你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做这个作品的话，其实它是有故事的，因为我们来自于凉山。高中毕业的时候的话，和同学们的感情是特别深的，我就想一下哈，怎么纪念住我们这个友谊。那么当时的话，我就第一次做了这样一个作品，就是我的这个亭子。那么第一次的话，我是用牙签做的，做好以后我送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哥们儿。这个作品在送的过程当中的话，就给了我两个启发。第一个启发呢，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回头率特别的高啊。当时我就这样走着嘛，然后别人就这样。哎，你看那个小子，哎，可以，他，哎，就这样，然后一路上的话，那些人就哎，就这样，哎，我觉得哦，特别有面子，这个你很得意洋洋。我从来没有得到别人这样的表扬，我觉得好像自己的话得到别人的肯定了，心里面非常的开心。第二的话就是我的朋友特别的高兴，我们就发了一个什么 QQ， 然后呢就宣传出去了，就有很多亲戚朋友啊，都来要这个东西了。所以我从2008年到现在哈。除了工作以外，其他的业余时间的话都在送礼品。现在的话已经10年了，然后我还欠很多人礼品。然后这些作品的话都是哈一步一步做出来的，这个的话就要好好介绍一下了。因为我的家乡来自于凉山嘛，我相信我说岳西县啊，在座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嘉宾朋友，可能你们都不知道
啊，这个岳西寺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还真不知道。我没去过，我是四川人。哦，四川人哈，好的老师。这个作品的话是我们老家的一个叫做拜仙桥，因为我妈说你在外面工作的话，你要时时刻刻想着家乡，然后因为我的工作原因哈，我不能经常回到家里面，所以我妈说你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家乡的桥吧，放在家里面的时候，你想家的时候你就看一下这个桥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桥做出来了。后面的话做出来以后的话，我觉得哈，因为我的家乡除了一些当地的土特产以外，没有让别人记住的东西，那我做了这样一个啊，这个拜仙桥以后，可能以后别人买了这个东西或收藏以后，他会发现，哎，因为这个桥而记住我的家乡。我觉得哈，我可以为家乡做一点微薄的力量，也可以帮家乡呢做一点宣传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还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作品是，贵州茅台找到我的，因为当时的话，茅台的话，他们想结合茅台来宣传一下它的一个地方文化，然后他就找到我。让我来做了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可以揭开的，以后的话它的茅台酒的话它可以放在这里面的，别人啊喝的瓶子的话，我相信哈，这个包装盒它不会扔掉啊，就可以做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的一个东西。这卖多少钱一个给茅台？这个的话3000块钱。做多久啊？这个我做了15天。你情人节送你老婆的是什么？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的话，因为我送了这个作品送了很多给朋友，他特别希望我能送一个这样的东西给他，但是后面我们结婚以后，我说媳妇儿，你看吧，别人都送这个，现在每年情人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全10美，你想要哪个我就送哪个。哦哦，这样的话我媳妇儿一下就无话可说。哟，你媳妇儿把你教的挺好。看到没有，我们四川的帕尔多就是这么可爱。你怎么想到用一次性筷子？我当时也没有怎么想，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很好用，啊，也特别的简单。这拿什么胶粘的？这个是用502和热熔胶粘在一起的。我觉得你做的这个东西啊，嗯，最大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没有榫卯结构，它也没有什么钉子之类的，但它不散架，它一点都不散，就有些地方粘在一起是粘很小的那个面积。对对对。但它就怎么这么结实呢？因为它是和你的粘接方法、你的材料有关。因为我这个作品，它最小的一个零部件的话，可能是2毫米左右吧。你这要设计好了再粘的吗？还是凭脑袋粘？凭空想象。我这个也是凭空想象。这个的话是看了它的那个埃菲尔，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东西。你这个结构完全是仿真的吗？这个加入了我个人元素。对啊，没有这个，这个玩意儿没有的呀。我记得埃菲尔铁塔没有这个。对对对，啊，因为所有的创作的话，它不可能是100%的还原它的那个东西，它是加入我的灵魂和我的灵感的一个东西。你们家人支持你做这个？我们家完全反对啊，因为我们家里的人觉得啊，真正的工作的话，应该是你出去啊，什么工厂啊，什么上班，哪有一个大老爷们天天躺在家里面就能做这个工作的？我媳妇儿一谈到这个做这个东西的时候的话，她说我给你一个期限，就是这个抖音上面哈，你要是不火的话，你就不要再做了。然后我媳妇儿说完这句话以后的话，她第二天转身就走了，回娘家了。好，她一走的话，我觉得我的灵感就爆发了。然后她一走，你灵感就爆发了。你这话说完之后，你就该上爱情保卫战了。哦，你小心点啊。我媳妇儿一走了以后的话，我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吊脚楼。啊，然后我发了这个给我媳妇儿看，我媳妇儿说：“哎，你这玩意儿太丑了，火不了。”她这一话一说完，我这个作品当天晚上的观看量达到了1200万，55万个赞啊！我说我的天哪，我瞬间就懵了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说媳妇儿，这样算不算火？她说你可能火了，那你就继续做吧。她又从娘家哈又赶回来，就开始帮我拍摄这个制作过程。那你灵感不是没了吗？啊，怎么说呢？因为她从娘家回来以后的话，又给了我另外一种家的感觉，然后我又做出了这个。飞窝化的求生欲很强，是不是？接下来就开始掉粉了。求生欲太强了。那你现在能挣钱了，又火了，他支持你了？现在的话，也不算是支持或者说不支持。我媳妇儿的话，她觉得哈，我有梦想的话，这个不需要别人去支持的。你有梦想的话，你就坚持你的梦想，啊，别人不能左右你，左右你的是你自己。所以呢，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，哪怕是我媳妇儿反对我，她家人反对我，家人反对我。我依然会把这个路的话走下去。当有一些男人在从事着自己喜欢的事业却挣不到什么钱的时候，女人来反对，很多男人就会说你嫌贫爱富，你太现实了。其实男人是不懂女人，女人不是现实，女人是务实，她需要你做一些能够
有经济回馈的事情，要有家庭责任感，并不是说你一定要遏制自己的梦想，它不是现实到只看钱，它是务实到只看责任，是不一样的。对 对否则的话你在没有什么钱的时候他也没离开你嘛。对 对有很多女人说着说啊，你不准做这个你不准做那个，到头来给你收拾的还是他。对对对对对，对吧？是说的非常的好。你最得意的几个作品是哪几个？今天可以拿出来拍卖的。飞屋啊，因为这个作品的话是抖音上面的学生选的最多。就是你的老婆回娘家之后你灵感迸发的那一次。哦，不，我老婆回来以后的这个。啊，回来以后爱情的结晶啊。这个起拍价多少？这个起拍价我很少，我就希望的话500块钱就可以了。来，500、800、900、1000、1200、1300。你的胆子好大的。哎，要1500吧。1500一次。1600。1700。1800。你索性加的2000算了呗，真是。就加了1800一次，1800两次，2000啊，2000，到底谁2000？那你就是2100了，可以2100，2100一次，2100两次，2200，2500，好。2500一次，2500两次，2580，2580一次，900，1000，1200，1300。你的胆子好大的。哎，要1500吧。1500一次。1600。1700。1800。你索性加的2000算了呗，真是。就加了1800一次。1800两次。2000。啊，2000。到底谁2000？那你就是2100了。可以，2100。2100一次。2100两次。2200。2500。好，2500一次，2500两次，2580，2580一次，2580两次，2580三次，管他是你的，我的。哎呀，今天的土豪、啊、你们这些老板啊，哪个拿着拿着，向老婆汇报一下今天花了多少钱，来说一下。来，老婆，我这个月不要零花钱了。你老婆每个月给你的零花钱是多少？500。那这些钱是私房钱吗？不用，这个回家可以报销的。真的？真的。你确定你这会儿你跟老婆不要道歉或者先跪下来跪一下？老婆呀，买了啊，回家咱们再说好不？男人嘛，在外面就是要有范儿。库尔特这段时间在非你莫属录节目啊，把胆子养肥了。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库尔特应该是疼媳妇儿的人，并且也是一个怕媳妇儿的人，在朋友圈里面天天都自拍，天天都臭美，但是他的照片当中从来都只有他自己，没有别人。好好回家过日子。